这个群里啊，你看上面那个无名，还有这个我引用这个群里啊，你看上面那个无名，还有这个我引用的这个蓝天啊，这两位啊，年龄比较大了啊，和我这个很友好啊，但是也我好像加了蓝天了，蓝天加了我了，无名我没加，他也没加我啊。当时我们三个在群里说一些事情啊，这个蓝天是应该提到了很多人说我什么举报的事儿，包括一些这个事儿啊，蓝天就说这个事儿啊，我故意写这么一句话，我知道会有很多人截图啊，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。这个你看他们截图啊，蓝天说的什么啊，他绝对不会给你转成文字，包括无名在说什么啊，我说的其他内容这个都没有。是蓝天提到了某人，不是某人，是很多人在说这个啊，在说我什么举报的事儿。他可能是提到谁谁谁了啊，说的是最多啊，然后我就回了这么一句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就是为了让农民开心，我就知道农民会截图啊，这个珍藏起来到处去发。